Property Fact Sheet. 它的所有的特色了呢？我们这个建案啊的名称叫 Peak， 它是和香格里拉酒店合作的一个建案，那它是由新加坡的上市公司 Osley Holding， 跟柬埔寨著名的土地开发商 Wobbuchilian 合作，双方合作成立的，那总楼高有55层，然后呢，它就是在金边的领事馆区里面，我们。 在西侧，我们隔一条街就是国会、外交部，跟目前金边唯一合法的赌场 NAGA。然后东侧的话就是河岸景色。那散步六七分钟就是这个目前金边最大的日本的 AEON 的 shopping mall。散步六七分钟就是一个 shopping mall。 所以说呢，其实我们这个案子其实有点得天独厚。所以它不是纯住家咯。它是三栋。三栋。其中一栋就是香格里拉饭店。是。然后会有办公、商场进驻。另外两栋是住家。等于说是住家混合型的，其实综合型的。两栋，住商综合的。住商综合的建案。住商，对。这是这个开发商在金边推出的第二个建案。对。那我们也有，因为毕竟是海外投资，我们知道很多的客户可能是国外的投资客。他们没办法亲自过去处理交屋之后的转租或者转售。所以我们的开发商也提供了保证回租的专案。就是交屋了之后， 2020年交屋之后，他可以提供两年的包租的专案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当你2020年之后，我们交了房子之后，对，建商可以帮你回租，跟你租回来，然后提供您每年6%的净投资报酬率，净的租金报酬率，那两年就是12%。是，所以就不用担心说未来我要脱手的问题。对，然后你也不需要交屋的时候，你就不需要再去装潢，然后再去买家电，自己去找租客，因为你可以直接回租给建商，交给建商来做代管这样子。所以。